所以常常就会有人讲，哎呀，如来太慈悲啦，所以呢，如来就现平常人呐、啊，因为现出平常来就是行，就是修行啊。你抓着末梢那种众生的可怜的平常，说佛来救你，那这个就已经不平常了，好不好？这种心境太委屈了，好不好？这种还叫做佛法吗？对吧？所以叫做救烈之慈啊，慈。看到前面啊，旁边那个今天发的那个教材啊，这是我写的，慈不救烈。为什么？无缘方乃见大慈。慈不需救烈，那才叫大慈。为什么？假如有烈可救，那就有什么？就有一个慈悲，有一个烈想。你在救他，救烈一次，真正在救这个烈，就是在度这个烈时，你只能增添这个烈的境界啊，更多烈想，更多烈想。我们讲，譬如说，这就讲，譬如说，世间上有很多慈善团体，救度那些可怜人。因为救度那些可怜人呢，他也要告诉别人他有做事，于是拍了摄影机，在那边要配上很悲哀的音乐，本来就配上很感人的音乐，然后就发放那些给可怜人。那可怜人来领的时候，那种发放好感人哈、哦！你这种影片给那些可怜人看了一次，他会觉得我就是可怜人，我需要别人救度。你给他这种念头，永远害他沉沦呐、啊！你还自己着相啊！你以为你在救度啊？你在这里自己在救度众生时，你还在自己营造这种影像。你我有能力救度可怜，我有能力救度可怜。但是你这种造作永远叫做什么？心不实。为什么不实？我刚刚跟你讲，刚刚讲过，心若是实时，你真正那个行为救度时，你根本不做任何有为想。既然不做有为想，何必还要需要影像做出那么多感人？让你自己还要觉得自己让自己告诉自己感动感人肺腑的这种形态，就表示潜在意识你还堕在有为。既然是堕在有为，都叫做虚行。虚，因为那里面还有捉持影像，捉持造作都叫虚。为什么虚？以前可能不懂，现在将来就会明白，将来一定明白。我说将来是因为现在懂的道理，因为你违背心体嘛，就是虚嘛。你只要在感受时，这个区块永远是虚啊。你站在这个觉体这个区块，你明白感受这个区块，你根本不需要借感受来慰藉，你可以明白感受，你不需要再用感受来慰藉你。镜子明白现色时，它不需要镜色的慰藉，那是不同的。所以你念念之间看着，你以为在救度啊，你已经一念一念熏习苦难了。你现在你以为你有行为帮助他，你要是真正出钱发了一点好心，那世间将来你得到福德，将来福德还会流转，因为你潜在意识还明白什么叫苦难，你在酝酿苦难的形态、因身、假想，将来总有一天福德享完就堕苦难，那种影城你自己营造的，你过去在这个上面你自己妄为自己起成就种种差别，将来就会陷害自己，不小心落入差别。所以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慈不救烈。慈心就是告诉你什么？就是真的带慈心。你明白那个心识叫大慈，你明白那个心体之中根本无缘，决心在现好时，他不缘好所觉的吧？决心在现坏时，他不缘坏所觉的吧？将你缘好缘坏说的觉，你用好的觉去改变坏的觉，那叫造作。那个造作刚刚讲了，通的业力。你只要在好在不好中，你都明白那个觉体能够知道好跟不好的本来面目是什么，永远超出好与不好的业力，那叫大慈。所以那叫传授众生永脱一切世间是疾是灾种种变异的最上良药、最上良方，那叫大慈。所以慈不必救烈嘛，我不是救烈说慈的，我是让你明白慈心，烈也就不存在。你不是拿净体去救、去迁就净色的说慈的，而是你明白净体，净色就归家。